大家好，我是爱鱼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最想练习猎区篇活动攻略，联机打怪原神 5.1 纳塔。新活动最想练习，这是一个强制联机活动，目前开了300地，两天增加200地，一局大概能拿120以上吧。下方有元素 buff， 每次会换的。如果是萌新的话，要么选对应 buff 的元素角色，要么带个奶威混吧。相信大佬带飞。比如多玛的，这波诺用女娃，她心动是多米有吉多米之妹的诺啊。一共四关，每关可以选 buff， 看着有用的选就好。关卡是两个小怪关，一个吃印泥，一个 BOSS 关。原来这个包各种难的吗？小怪关就跳过了，战杀金木弄一们第二蛋。第三关是吃硬币，追着吃就行。啊，有些需要跳跃才能吃到。地上有神符给 buff， 记得吃。对，最后一关是随机出 boss， 一般没啥输出压力，不过注意别被鸟了。嗯，我的柏林，黑迪诺，你的剑呢？去个人治疗贝拉颂 ，interesting。看这里，队友小草神差点没了，又摆手干，赶紧重击切治疗，一打。好的，所以练度不高的萌新，还是推荐带肉一点的角色。六位，谁啊？打完基本保底，能拿120币，组队打还是挺欢乐的。